啥？击倒人后全程不能补枪？这是要我打单人五排的节奏吗？不能及时补掉敌人的话，我这把要打的可不止99个人啊！我太难了。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。小可爱们，就海岛上这群豺狼虎豹们，可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真要是不及时补枪，还放虎归山的话，我还能撑到决赛圈吗？哦、oh, no！ 哈，这么快就打起来了？就算不能补枪，我也绝不允许你们这么叫嚣！预备备，出击！呀，原来他们不是一队的，怎么还被直接淘汰了呢？按照任务要求，另外这个倒地的我是不能捕杀的，那就任你在此听天由命吧。哦耶！清理完这岗，终于可以安心搜集物资了。真是啥也没有，啥也不是。别说信号枪了，连个3级头3级甲都没有。哼唧唧。哎呦呦，刚来地图就这么准。小老弟们，你们知道是谁来了吗？不用不杀就直接被淘汰了。换上更适合 1v4 作战的 Scar 后，是时候结束这场披城之乱了。接下来小药来收人了。 Nice， 全部搞定。屠城药可不是和你们闹着玩的，刚才小伙伴们可都看到了，被击倒的人我可是一个都没捕杀。哦耶！两把双步枪在手，果然手感爆棚。小可爱们，你们一般喜欢带哪两把步枪作战呀？听听这热闹的枪声，刚结束完披城的战斗，这边又来活了，还主动送上门。被我击倒了一个吧，只不过不能救人的话，他就要爬进房子里被队友救起来了呀。不行不行，万一等他救起来后反咬我一口就麻烦了，我可不答应。趁他病咬他命，兄弟们冲呀。KO。 切，就这也不经打呀。M4 该换还是得换，不过 Scar 在我手上，可不是备胎啊。还有崭新的3级头和绿油油的吉利服，只可惜刚才下手重了点，把3级甲给打坏了。少件3级甲，看着心里还真是别扭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呀？满江香菇。哇塞，话还没说完呢，空投就出现在了眼前，这种感觉也太幸福了吧。还有 AWM， 好久好久都没给你们展现狙神药的预判狙了。 Everybody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OK， 今天的 AWM 教学环节到此结束，是时候上去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楼上还有个脚步，我来喽，小宝贝。嘿嘿，这下知道我厉害了吧？此时场上只剩下3名小可爱了。哟呵，小兄弟，你这车技有点秀啊！啊哦，听听这枪声，把自己给秀没了吧？呀，这边有个小脑瓜。KO， 轻松搞定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别打别打，咋还搞上突然袭击了呢？来场公平的正面钢枪行不行啊？哼，生气气，小药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先让我雷神药的手雷来热热场，怎么样？慌不慌张，刺不刺激？还敢打我？你给我跪下！成功完成挑战。我是小亚，下次任务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尽情下达哦。